大家好，如果家里发现蚂蚁怎么办呢？特别是蚂蚁成窝，蚂蚁呢携带细菌，而且还破坏家具等等，危害非常大。那么今天教你一招，不用杀虫剂也能彻底的消灭蚂蚁。准备剩饭，倒入一个容器里，加入一小勺纯蜂蜜。蜂蜜主要作用就是能把蚂蚁招来，蚂蚁闻到气味自动就会过来了。那最重要一步呢，就是洗衣粉倒入容器里，杀死蚂蚁都靠洗衣粉呢。加入清水，然后我们再搅拌均匀，让洗衣粉溶解，这样大米饭呢就会吸进洗衣粉哦。我们再等待几分钟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把调制好的米饭放在虫蚁出没的地方，这样呢蚂蚁就会来吃，来多少就会死多少。洗衣粉含有硅酸盐、磷，蚂蚁是最怕这个了。如果你家里有蚂蚁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记得分享和点赞哦。